大家好，喵，我是娜喵，没有错啦。那我们今天是要继续玩我们的 Backpack Hero 啦。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加个赞哦，订阅我知道的最新影片。那我们就走吧。看起来好像没什么问题，有问题，有问题啊！差一点，我觉得我可以再再多一次。我觉得卡牌有点难玩，但是。可以再试试看，刷一次啊！这一次没刷卡牌，我再刷一次好不好？啥都没，多一次，还是一样啥都没。我觉得我们可以重来。好了，算了，没出现哦哦，原来这个，原来这个可以抬起来哦，我才注意到。好吧，都没出现的话，那就是命。命的话，我们就。直接往一个奇怪的方向走就好了。OK， 这前期我们肯定输，因为我拿的东西都不是属于战斗类的。脆笛吗？笛子好像可以拿，这可以拿，感觉好像也。还好，我也没什么东西可以放，再继续蹲，这就是一个蹲蹲的日子。OK， 拿多一个，现在要来一个。那猎豹，我觉得等下可以来一个。只是这样的话，真的好没地方放的感觉哦。有办法改吗？我感觉我没地方改。先这样好了。感觉没有啥问题，你干嘛？那我们先买这一个，我想玩这一个。OK， 然后这里我们先刷一次星，有史莱姆我们肯定先拿的嘛，对不对？有年年怎么可能不拿？感觉这个我应该会输，对方有点强。OK， 这一个我们就先放这，小心，再拿着一个背包，这个我们要留。其实现在变成说，我不知道我快点要怎样放会比较好。先这样好了，应该没有问题，最多就再输的一场而已嘛，对不对？哦，这个应该很大几率不会输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。OK， 好，没问题。那我先把这买下来。偷取一个争议效果，我觉得偷取一个争议效果好像蛮不错。鸟儿我们也可以说，我怎么又在玩触发流了 ？OK， 走吧。天哪，他们挡我真的好痛，差三滴。这差三题真的太可惜了。我觉得他的话，我们可能需要这样。那我们可能需要换位了，这个可能换过来，
等等哦，我看看哦，我们要开始整理了。我吧，我看看，如何让你在一个好位置，能吃到一大堆东西，然后又不会被搞砸的地方，这里。然后我再把这书包放在这里，我们的刀放上面。不对，刀放上面的话触发不了，所以我们需要把我们的腰包放过来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刀放这里的话就可以触发到两个，只是触发不到这个，但我们可以移过来。移过的话，就只触发到一个。一个屋你好麻烦。那我们再把这个移过来。这个就放在上面。OK， 鸟儿往下。暂时性先往下吧，应该没问题。帅子，喇叭，好。感觉都还好哎，再说一次，铜蛋。我为什么感觉我这一套好像哪一个怪的？OK， 虽然我不知道我怎么赢的，但是赢了也是一件好事情。梳子嘛，这场肯定是拿梳子。那我们先把这个弄上去，再买一个背包，这个我们就放在这里嘛。其实它的话，我会不会这样会比较好啊？那就可以触发到全部东西，只是我这个就没办法触发到鸟，所以鸟在上面会比较好。对，鸟在上面的话，我可以触发到它。完了，我不知道我自己在玩什么。但看起来好像没什么问题，选手不知道为什么。这一根香蕉盒目前应该不太需要，这颗蛋要怎么放还是一个问题，是不是？哇，为什么我感觉我怎么放好像都不太对。我们先把猪猪猪掉好了。这样的话不行，这个不能放太后面。我们先把龙蛋放这里，反正要等它生出来。不好意思，看看这个我们锁，走吧。虽然说我有点不太知道自己在玩啥，但是看起来好像很厉害。我到底讲不会说，这一套就整个都莫名其妙了，我还不会输。少停一次就好。拿到一个耐力包。OK。哇，我感觉我会输。哦，完了，我不自己，我自己都问我自己在玩什么流派，然后我为什么一直赢，我也不知道，我搞乱了。这个的话，我们可能要放在一些奇怪的地方，然后让它吃到，像是这样。所以如果说我要放在那里的话，我又需要改地方，像这样。那我就可以给他吃到。
可是我们的笼笼就好像没地方放。写这个课的话，我突然发现到我们的背包有点小。我们背包单方大一点的话，我就不有这烦恼了。不行，放那边不太行。可这样的话，我龙就吃不到任何 buff 的效果。可如果我放这里的话，我鸟就会掉下来。除非我鸟改位置，可它改位置的话就有点不太值得，就除了那里，那龙可以放这里，那至少还可以触发到两个嘛，对不对？还是我们鸟自己这样放，那去触发。然后这一个我们可能就放在这里，放在那里的话我就需要改，先等等。放这里吗？我就可以也放那里的话，再等等。 OK， 这样的话就可以触发到很多东西，应该没啥问题。我就光之术我们可以锁，因为我们的刀的关系，所以我们可能需要多一点的那个 mana 才可以。拿错刀了，想说没合过，合上去过后就立马后悔。我觉得血色复符可以拿一个欸。再刷了一次，没有，喵，那就随便放吧。我们就希望说能出现一个，就是怎么说，可以增加我们mana的东西，我们就很好过了。OK， 这个我们先买下来，免得它占空间。药水吗？我们至少没在玩药水，其实我觉得药水也还好。走吧，没东西可以做，呜呜呜呜呜。自己就是看谁的毒比较多，看谁的火龙比较凶。哦，我又多一个火龙哎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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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哪可能不拿的对吧？我们可以熬死人，所以不太担心说就是熬不死人的问题啥的。这个可以拿，这个就是我们要的，因为它就是你只要它附近有东西集合，对不对？我们就有机遇可以拿到神奇的 mana， 有了 mana 我们就可以做很多事情。算了一次好了，拿这一个，让我刷了一次，啥都没啊！封建应该不太需要，其实恶魔妖品，对我们来说还蛮有用的。完了，我到底在玩什么游派系？我自己不知道。先把这个买下来。好，我们又多一只龙了，可喜可乐，可口可乐。我想想哦，这边一个我们可以再买下来。龙先放上面吧，香蕉应该可以丢了吗？我就应该可以丢了，我们背包太满了。差不多一套了，一块钱，先买。这个也可以锁。好，我觉得这个不需要，走吧。
OK， 没问题。两条龙。他只要一到半血的话就会痛死，他不能到半血。我是说对方，不是说我。那我肯定可以先买这一个，只要回血的话，所以触发到那这两个的话，其实还蛮痛的。这样看起来，那其实我不用买太多这一个，这样就差不多，对吧？背包，走吧。两条龙，感觉就特别的强。好，没问题。只要能活着，什么都好说，对吧？再买个一瓶药水嘛。这样的话，我需要一个空间去放它，会比较好一点，对吧？就一块钱，那币我买。哦呦呦呦呦呦，那我可以放过来。我不懂我自己在玩什么，我真不知道。触发到上面吗？这里少了一个，可是我在这边放不上去。又或者是我可以把它搬过来，这边放一个，然后这边拿下来，这边放一只。可是这边有一个空格，我就没办法放其他东西，有点可惜，但还真没办法，对吧？我们的魔药很多，我感觉话术，哎呀，为什么每次到最后就嘎了？哎呦，讨厌死了！啊，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先抽先到此啦。我记得他衣柜也还好，这一只没有想要买的，这一只反而有，我这一只反而对中间这个比较有兴趣，有没有？你看中间这个可爱死了，所以我们先买，那我们再慢慢换下去就好了。啊，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先差不多到此啦。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个赞，然后订阅我，知道我的最新影片。我感觉我那一套还蛮不错。感谢大家收看啦，再见，拜拜。